选天气不？选天气。今天问干妈拜年。问哥哥，问干妈都没上过，我找甘蔗行啊？今天我还带过去，让他尝一下。看这儿，这里。嗯，这个过去近点。看到博学的红毯不？好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嗯，对就的。爸爸，啥子不想？啥子嘛？蘑菇、菌子、木耳。可以吃吗？不可以吃这个。他带来干嘛呀？带过去没得？不晓得，我看呀。看公仔。不晓得，我在那青龙岩下来的。青龙岩的。啊。哦。喂。是下来的还是你的手在那？哎，我叫我朋友吃的。哦。现在都是自制的桃子没有？桃子呀，那个成熟酒。哦，还是摘的酒。嗯，摘到把子边上香。哦。嗯，栀子花才应该。酒还是卖，给多块钱还是好，卖得起价钱啊。哦。对，那月铺边就收了嘛。这还有点没桃啊。啊，然后桃头的。又没有好的环境啊，又有经济价值。那个有没有来？这个就走。那路过了好久走嘛？那大年好久，那就是外面才过，还要扶啊，哦，有厨房，哎，还整了后面的养狗，哦，那是，你盖起就光是，只要不漏水就光是。哎呀，不要，而且全部就晒过的。现在如果安逸了，他这个又重新整洁了，外墙也埋起了，安逸了。啊，就整洁了嘛，人家老板二哥做灶房。啊，他这尼玛够住了噻。啊，够住。灶房的。农村的房子这边整宽了够住就行了，整宽了没啥意思。福州房子你看了没有？看的，那修宽的人都更漂亮的，人家那边还让宽我爸爸，我整你修的话还跟他整。打成线脚的，修这么。啊，还整他整两根儿，就更漂亮了。喂，宝宝这儿我从小生下来，我婆就把那拜祭给他去了，所以我每年子我都要过来看哈儿了，就是空啥事嘛，也没啥子拿给他的。啊，大哥回来没有？那上来接。哦，就上都上来接个，打了。初二那天上，初一哦，初一。那都好，大哥都给得接。他只挂了在这个呢。哦。还要上来一块了。嗯，三宝宝。都来了的。几个宝宝一起都上来接。哦。我初二那天我走那个我小姨妹儿舅。哦。哎，那时候我是初二来，后头小姨妹俺舅就没有过来。初一天上的还低啊。我舅子就是啊，上来一块上市了。我老子我们生前子都还不急，一就是初二，我都没有急。初一天上，初一天上的，我初二，哎呀，还初二天有，就是第二节个。嗯，第二节。哎呀，选皮得很呐，小家伙哟，哎呀，我喊我就不想喊你。那个耍来，宝宝。上次我就是你走人路去了，我就没下来。啊，我带你走掉了，感觉。我想你没人走回的。姐，我十二点过了，想吃就过了。哎，我说这边不吃人更是。想说的人，反正这一天都是走人路噻。啊，我就说。又给得紧。听到那个又是那老头儿蛮酒色，好多酒我都让他带去吃。打烩面都在那里打的回家吃，打这包括啥。哦，就在那儿啊。啊，就那个也打烩面。我还不晓得。好几十年的老。哦。老电厂。我晓得起就是电厂了，一走就是电厂了。哦，那我就好几十年了。哦，是那个我娘我都几十。今儿还得发电。我晓得今儿。得发得发。得发。我好点水缝就轰轰的，我
跑去看一下呀，我说是啥子，那这是饭店子，我还供你进去说了一下呀。啥子来？东西我都拿点钱给你。哎呀，不，我衣裳都没给你卖，应该。哎呀，我说不。直接当当二的嘛，应该的，没得好多。哎呀，不，你拿到你了，没得好多的，没好多。哎呀，我从要点嘛了。我没给你卖啥子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老了这个堂子就是说，你就自己卖。就是，哎呀，当不一样嘛，你。没有没有，这是应该的了嘛，一年到头就得。有点看你一次、啊我听了谈就是前头在装了的嘛，现在正好几次上课，要说二前头开了年也在掉头吃。哦对对对，哦，主要是后面二头吃。我就是这儿都是。啥子？是石桥小鱼，是吧？哟，高高位的。老头，晓得了。你自己住了没有？没的。那我都住在这里了。都没得好饿的。不晓得的，白姐说老点儿我吃。俺爸爸从小都稀奇我。王爷些，俺王爷些，到这儿我还拿拿东西，原来专要回去叫我爸走的。哦，就是。原来天天专买一瓶拿回去，我说王爷这瓶你提去嘛，他说拿回去了要走。我四张的两瓶。啊，那就是说三的。三的。嗯，可以打一瓶四张的。哎，都够了。有三个碗柜放的东西够了。我们烂碗柜，我今天我抬过来的，什么我过来买些。那你看，早都是烂柜子，昨天晚上点了提都没提，没提到他。一斤你又快了。啊，你看你走好快了。一斤就快了。如果那个一大杯啊？没有，那个你看六泡几十就。好点了噻。啊。好点了噻。好点了，那又走的。应该是太冷了。太冷了，快就。那我就。那不吃哎，就是有点上火不敢干。我就是，那天我要叫你吃，要不吃不干净。那天我要叫你吃，要不吃不。再喝一口。哎呀，我还不想。一会儿呢。那你吃了呢。好吃不，圆圆？好吃。你不是宝宝？你不是宝宝要跟我就是。我晓得你们好喜欢吃宝宝的。我喝汤呢。可以，那天我来，那天我来海上没人招点儿，好像没人住。啥来吃就是。走了，别我走了，别我走了你。来上耍哈，我来上耍嘛。啊，有空就上来耍。